就是那天晚上吃饭，然后他跑爬到桌子上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被大爆料和海上桌与黄渤合作，被逼疯喊我不干了。这是什么？哪儿的？看，你那个逼样玩意捅了他十七刀，还削个棍呢，自己捅了自己。你觉着呢？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你要做的，他就该死了。什么？影后周迅与金马影帝黄渤在电影《涉过愤怒的海》互飙演技，剧情讲述黄渤女儿遭杀害，寻着线索找到凶手是周迅儿子之后疯狂复仇的故事。日前举行电影发布会，导演曹保平被问会用什么关键词形容黄渤与周迅呢？美女与野兽，美女与野兽。我的天哪！其实我这是跟周迅第一次合作，然后。认识的年头可太长了，我们相识于音乐，儿时，其实也很早之前也就有过类似的幻想哈，但也一直没有机会，这次终于有机会了，我觉得还挺好，也挺过瘾的。我觉得我跟博士完全两个不同类型的演员，博士很比较理性化的，我是比较飘忽的。然后周迅被同剧演员大爆料了。对，就那天晚上吃饭，然后他爬到桌子上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又上桌了。我也有照片了。我也有。我有视频。回头我可以看看，还挺好看那个。对。周迅拍这部戏被折磨超惨。因为我曾经差点被淹死过，那个是我深深的恐惧。最后他还是自己下到下面去拍的。原本剧本设定黄渤抱着周迅就上岸，惊艳的周迅觉得两人角色设定是仇人，把我跟拖拉机一样拖的不保开始。2023五百趴反转日常，质感共创 Let's turn over。12月1号到3号，台北101水务广场 ，Let's turn over。